来甲咱煮安尼。
啊，所以这拢是咱去讲活动的小惊喜啦吼。啊，当然重点就是讲，咱去讲会当靠着，咱也要带咱的新乡亲，大家来入班吼。入班，你有讲对伊吼，讲对为虾米？啊，你搁来到遮，会晓，吼，咱的新乡亲知影讲，咱就是爱去孝顺咱的父母，这是基本的啊。咱拢逐天咧读《必孝经》嘛吼，啊，咱讲天地忠孝孝。东升，东升嘛吼，啊，咱讲东升，即个东升，好东升，孝当先，即个问题，咱就是照着母亲说，咱爱甲咱所有的父亲讲，咱咧修行办道，最基本就是爱心甲孝，伫咱的家庭来实现出来，安尼，吼，安尼就较这样传一点仔时间，甲大家报告即摆的活动，安尼大家较清楚，有吼，啊，咱今仔会甲咱报名，要摕着小礼物来报名。因为遐统计哦，你无统计，无数量，无法度买嘛吼。啊，所以有要报名讲哦，咱要耍游戏的，也是要报名讲，咱就是你敢要来的吼。咱来报名，年前拢会互咱来领去，领去让咱来做庙。啊，咱就今仔开始去报名。啊，咱来报名时间吼，维持个是一礼拜的时间，互咱好。一礼拜时间报名，啊，报完就关起来啦吼。迄天的数量，爱爱写签字作业啦吼，啊，所以是甲咱大家报告一下。所以是5月14日，关乎咱体会班的透早迄个时间，安尼透早9:30，吼，啊，咱迄天嘛会先讲安尼，吼，啊，毋是来遮听着你吼，咱是来参加活动，迄天就是纯粹来甲参加母亲节活动，安尼，啊，今仔日发报告到遮，够无清楚的，还是有疑问要问的？无啦吼，安尼下下就报告到遮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哦，大众福利。